就算要即系自己只狗仔咧，都要攞牌嘅。你唔可以一年生多过两次，而最多上限就系生六次咁样啦。只狗仔一生，咁但系其实咧就好多，即系呢个其实即系佢哋都好争议啦，觉得都唔应该系咁。咁变相咧就可能会变咗鼓励咗啲繁殖行业啊嗰啲人，或者本来唔系做家居繁殖嘅，佢都会走咗去做一啲小型嘅繁殖商。但系咧喺网上买卖啊，或者系自家繁殖嗰度咧。他們其實規管是少了很多的。在他的成長裡面應該都是出現了不太好的問題在這裡。